许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的天冷，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多奸诈，喝了几大碗啤酒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你出门不小心吐的大腹，是谁的书小心吐的大腹，是谁的书？